句话讲，讲叫咱台湾人啊，爱相信习近平。讲也这真简单的道理，咱免哪将咱台湾自己的文明生死交代予敌人的独裁者，对不对？马英九这个公案叫做三八加宪法造反啊，对不对？咱台湾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当中，咱国土面积36000平方公尺，第157名，咱2300万人第57名，但是经过咱台湾数十代的努力，咱台湾人已经站起来了。咱台湾现主持国防军力是全世界第23名，咱是全世界第21大的经济体，咱是第18大的贸易国家，咱是全世界第6大的外汇储备国家，咱是全世界第1大电子产品国家。阿你咱台湾人有够无？够无？台湾人站起来啊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咱爱信赖台湾，信赖台湾，咱爱坚定向前。坚定向前。前几天马英九话讲，讲叫咱台湾人啊，爱相信习近平。讲也这真简单的道理，咱免啊将咱台湾自己的文明生死交代予敌人的独裁者，对不对？马英九这个公案叫做三八。加宪法老翻天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刷到赵小康国讲讲啊，中共的国防是台湾的17倍。各位有影？中共开8兆5000亿，是咱的17倍无达。但是，大家认真甲想，中国的敌人。嘛是咱台湾的17倍啦，对不对？对韩国、日本、泰国、新加坡、菲律宾、印度一路路啦，所以咱免惊遐。这马英九的讲法，定位就是要让中国不费一兵一卒，都将台湾并吞过去，袂使安尼做嘛，对不对？美国的足球，就是美国人有一个信念，一句话。贴住因的国徽，这句话就是讲 ：Freedom is not free， 自由不是免费的，自由不是免费的，自由爱靠咱每一个人，世世代代，咱都得来争取，好唔好？所以讲，困两年就要投票，这边投票全世界拢要看，对我的中央嘛爱看，各位我敬爱咱的台湾乡亲。咱两暝了后，勇敢甲转落去，转落赖清德，转落咱民进党的立委，进党票嘛，转落咱民进党，转落咱的子孙看，转落世界看，上重要。咱要转落对岸中央看，咱甲中央讲，讲咱这代台湾人，唔是干呐追求金钱，讲咱这代台湾人是贪生怕死，讲咱这代台湾人。